和我妈来掐葱叶子了，这是大舅家种的葱，今天晚上要打饭包，我老姑来了，点名要吃饭包。他来他就是得一饭包。嗯呐，他说让你糊点土豆呢。嗯，糊点土豆呢，正好还有两茄子。嗯，我给他糊了。捞饭，现在喝米汤。嗯，这葱叶不好啊，干不拉瞎的。嗯，对，就找芯儿掐芯儿，你这芯儿就这样哈。这要起了，这明天得来起了。大舅上打算给咱两垄这葱是吧？嗯，起回去得了。芯儿，这芯儿，那地糊了都空上了。今年葱都不好，咱家葱也不好，下雨涝的。这边是苞米，大舅家的，还没上楼子呢。这院里也有地主呵呵，全是苞米，都是钱呢。到家了，你前后该就几分钟就到家。烙点饭，你老姑在这要吃饭包，烙饭有米汤。嗯，这个米烙完的饭，那米汤也是香的。米汤也是香的。嗯，妥了。你给我烧饭，这会儿有点冷饭，一会儿还得往里搭冷饭呢。搭点儿，有点搭。这土豆据说可面了，哼，是9毛钱一斤买的，买了100斤。老冷了，你出来干啥呀，老姑？啊、我都得在这儿坐着，烤火。要烤土豆了吗？可不都烤团了，最好一件一天是吧？嗯一会儿我点，糖啊，一会儿就来叫，一会儿来叫，那睡一天。饭好了，不得往里搭陈饭吗？我把这陈饭搭里。我思想可会做饭了，以后、哎、我都不会做饭，我一天吃吧，我稀里糊涂造吧。我又给孩子买一大堆吃的了，可能给孩子买吃的。我看不清，妈，我在这边看不清你脸。把米汤掏出来。一堆下锅，一堆蒸，一锅出得了。今天是饭省事儿啊，正好那个大马勺坏了，炒不了菜。明天能来给换了，嗯。明天能来吗？说是啊。我妈切这个辣椒碎，要调那个鸡蛋焖子，这碗里边还搁了点葱花。两个鸡蛋，俩就够了。俩就够了。花椒面，再放点油。搅就再放酱，黄豆酱、干鸡酱、干椒，看盆做上哟。土豆倒吧，你以后水底不行。我妈切了一盘这个萝卜片，里边放的水，给它蒸，满满一锅。中锅吃饭吧，黑的，这一大锅。妈，你不嫌烫手啊？这蒸的跟大面包似的。能开门吗？喊我爸，老姑。招你兄弟。糊了几个土豆吗？四个。那土豆太大了，吃饭吃饭。爸，你挨我，你别挨我妈。我跟我妈嫌你坐偏了。你妈？我妈坐你那儿呗。你靠一头。那我在这儿。吃饭，昨天找不着昨天位置，天天在哪不着。哈哈哈。你姐坐这儿。这苞米好吃不？就爱吃粘苞米。苞米，你爸就要吃。嗯，我是吃不上啊！谁再吃饭包，下一个就吃我这个，我整一大碗是吧？那个酱，那个酱，炖着有点那啥，吃，夸张点就吃。我说吃大饭包。老古冷啥的，这土豆包面。土豆好吃是吧？嗯。
行。看我包这个大饭包，我老姑说的这一辈子最爱吃的就是饭包。把这吃不够，真的。生出来就是我啥都不想，就饭好吃的我就不想。我爸从来不包，他分开吃，茄子蘸酱、土豆蘸酱，就是不往一块包。分块也都进肚子。你做饭包是两个味道，你知道不？嗯，好吃。你那么吃肉的味道。马上要完事儿，你行，就吃完了。白叶有点黏的。嗯哼，你尝尝饭包吧，老香了。啥都想吃的，想吃和面瓜。在我家待一个月，你就得胖十斤。那面瓜谁可面了，老郭？嗯，面瓜谁可面了？面，那面瓜可面。嗯，还甜。完了还香甜。嗯。